团长，偷袭鬼子炮兵的事儿，交给我们二连吧。，还没跟你们一营长商量呢。走。鬼子的炮兵阵地在哪里？快点说！我去你的！我说说，说说，我踢死你！我踢死你！哎呀！行了，怎么还是不肯说？怎么不说话呀？这么跟你说吧。 只要你给我们带路，啊，我保证不杀你。而且如果将来你要回家，我还可以送你一些盘缠。听到没得？快说！不说也行。这么着，你把鬼子炮兵阵地具体的位置给我画出来，画的详细点，这总该可以吧？嗨，跟个狗汉奸摆什么客气啊！ 老子先细溜他一条腿，看他说不说。我有话跟你说，看咋样啊？刀快不愁脖子粗，来远的不行。我呀，就是把脖子给你，你也不敢动。不信你试试。 奇了怪了，刚才挨打的时候也很饶命，这一小伙儿胆子就硬了，不怕死吗？哼，我呀要是真不怕死，我就不会给那日本人昧着良心当翻译。我什么都不说，那是因为我怕死。 这狗日的，是不是瞎疯了？颠三倒四，把老子都听糊涂了。你连这都听不明白啊？不管我是给你们带路，还是给你们画图，等到这个事儿一完，就你们啊，棒，就得崩了我。哎呀，还有。 3个小时的时间，啊，你们要是消灭不了皇军的炮兵，你们呀，就等着挨炸吧！啊，嘿嘿，到时候咱们他妈一块完蛋。团长，偷袭鬼子炮兵，我们不知道路。不用发愁，抓了一个鬼子翻译。 那门门大炮都是铁疙瘩，就凭我们手里这点破家伙，那去了也是老虎吃天，无处下口啊！机会难得，宁可舍弃一个连，人人身上绑满手榴弹，也要义无反顾地扑上去把他给我炸了。你敢死队！对。 壮士断腕，一保全身。鬼子只要失去了炮阵地，就没什么可猖狂的了。我们就可以厮守到底。我去你妈的！闹了半天，你小子是在要挟我啊？你信不信？
脑子就是拖，要把你像拖死狗一样拖去，你信吗？让我给你带路，你就不怕我给你带瞎的？哎呀，你小子还来劲了，是不是？老子今天豁出去了，非把你捅成血窟窿不行！哎，住手！都放下。你要拦我，我就给你翻脸！扫地工，你老实给我待着。今天你要掺和进来，我对你不客气。老子今天宁可被鬼子炮弹炸死，也不愿意被这狗汉奸气死。哎呀！算了算了算了，你就是崩了我，老子也捅死他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哎呀，杀我！你留着有用啊！你把他杀了有个屁的用！哎，你今天就是枪毙了我，我他妈也捅死他！哎呀，兄弟，你消消气啊！这世上只有气死人不长命。孙老哥，你年长，经验老道，你来收拾他。你看不出这汉奸还读过几本书吗？要是对他动粗能够解决问题，还用着老子装哑巴吗？听听连长怎么说。他就差没给这狗汉奸跪下了。说呀，派哪个连合适？哪个都不合适。一顿炮火下来，我们一营损失惨重，每个连只剩三十几号人，你还要我拿一个连去送死？那我们一营可真的毛光弹尽了。行了行行了，别给我这发牢骚，闹怨言。说，派哪个连去？事成之后，我给你们一营记大功。怎么了？像个娘们儿，来动手！火一起火，要死就他妈一起死！我他妈带一营全都上去！想死啊？我还告诉你，还轮不到你这个营长的份儿。都是同乡后泽的兄弟，你要我怎么选嘛？说的有道理啊！老莫，把刀拿过来。哎，歇口气！哎呀，歇口气！别听我训了啊！杀我！瞅瞅，是你夜袭了皇军军营？现在明白了。啊！老子跟你小子说了半天，让你画图，你不画，那图我有啊。那天我去鬼子那啊，偷了一张地图，那地图上明明白白标着炮兵阵地的位置。老孟，给我拿过来。哎，下次地图，标着炮兵阵地位置的地图。去，你放在哪里吧？我有时间跟你解释，我还不如自己去拿。哎，慢！干嘛？现在后悔了？我还告诉你，晚了。哎呀，长官，你饶了我吧，你就饶了我这条命吧。那我他就是个翻译呀，你就饶了我吧。我真没干过什么坏事。我哎，好，啊，来，起来，起来。你小子早这样不就完了吗？现在我地图都有了，用得着你吗？行了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现在拿出纸和笔来画啊，画清楚了。
我拿着你画的跟鬼子那张地图我比较一下，要是有半点差池，我们这儿最不缺的就是刀，明白吗？哎，您说话可得算数啊！你小子还敢跟我讲条件啊？我画，我画，画！哎，说的有理啊！是啊，这可真是难为你了。这样吧，你去把三个连长都给我叫来，咱们抓阄，谁抓上谁去，免得手心手背的舍不得。去呀！那明娃子怎么办？他只是代理连长。您要不再考虑考虑，从别的营成立敢死队吗？不可能，全团都知道任务交给你们一营了，我要是改变了，别人会怎么想？会说我林秀然徇私情。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舍不得自己手下的敌人？这话不假，可我也是替您考虑。小子，这揪儿万一被明娃子抓着，团长，您就这么一个亲外甥，独苗呀？请团长三思。就这么定了。我林秀然还怎么再被打仗？一万水端平，不能让人家说闲话嚼舌根子。再说了，这小子也没那么好的福气吧？他也不一定抓得上。知道，你呢也不容易，是吧？谁有辙，非得去到汉奸呢？谁都不愿意。好好画，啊，将功补过。您看看，啊，画好了。您可以跟皇军的那张图比比。看看行不行？好，那就他吧。哎，行了，饶你不死。啊！哎呦，长官哟，长官哟，长官，你呀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长官哟，长官，我得谢您的不杀之恩，下辈子我就给您当牛做马都行啊！我，哎，不对呀，怎么不对啊？你没拿皇军的那张图比比啊？那你怎么知道就行了？老子要有那张地图，还要你画干嘛呀？哎呦喂！瓜兮兮的！来人，把他绑到那树上去！走！你不能说话不算话，你出尔反尔！你不能说话不算数，长官。你说了不杀我呀，长官！长官呀，你饶命吧！我别好了，我们川军绝不会出尔反尔。
我不杀你，但我多让你待会儿，应该可以吧？报告，李大连长。说，连长让你回指挥所开紧急会议。 知道了，去吧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绑在这儿吗？我就是想看看，这一会儿鬼子的炮弹过来，还认不认识你这条狗？王延寿，哎呀，你就好好生生的给你祖宗投降。 自由憲兵に始め、わらじどもすべて打ち崩した。敵の長官は思慮深いようだ。正体を派遣し、迅速に遺体の収容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一刻も早く野ざらしの兵士たちを焼いてあげましょう。武器を携帯するな。 方士，帝国通り勇士たちの指揮を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报告！报告！都听清楚了，不管是谁，抓到死就是万岁。 你的名义到，咱们就开始抓阄。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只能让干部队舍身去抓。你害怕了？说句实话，弟兄们刚上阵地，心里都很难受。可是看到身边的好兄弟一个个倒下去，哪一个心里不憋一口气找鬼子报仇？那还啰嗦什么？是让兄弟们身上绑着炸弹，硬往上扑，太残忍了。 拿命去赌一把了，再让小鬼子这样轰炸下去，光阵地保不住，谁的命也别想留下。实在顶不住，可以撤嘛。放屁！你要是胆小怕死，给我滚！不就抓阄吗？我抓阄是喽。就冲你刚才说那些胆小怕死的话，你就没资格抓这个阄。 团长，滚！团长，算了，不用费事了。为救全局，总得有人牺牲吧？就让我们三连去吧。每个人身上绑八个手榴弹，我就不信炸不烂他。看见了吗？听到了吗？这才是我们川军的英雄好汉。我告诉你，你们一连不去了。 你被免职了，还不给团长低头认错？你凭什么咒我去？滚！你吃了豹子砸了你！滚！说句犯上的话，还抓什么阄啊？你怎么不敢人家外甥带人爱来去？废他妈什么话！老子不去谁去？你去不去说了不算，都得抓阄，生死天定。这不是脱裤子放屁的事儿吗？我的主意我不去谁去啊？你少废话！ 给我抓！抓就抓！嘿嘿，我就说吧，我出的主意还得我去，天注定啊！干嘛呀？这不算。 什么他妈叫不算？我他妈自己抓的，那不算吗？谁别跟我争，谁跟我争，我是跟谁急？等着我凯旋吧！舅舅，舅舅，舅舅，好，大妹，有种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
我现在就在兄弟处吧。等等，大明，这个任务你打算怎么完成？你看，这是那个汉奸给我们画的地图，我打算从侧翼攻上去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 你以为小鬼子都傻？会把大炮一字排开，让你们去炸。大明，这是唯一的机会，一生保守的，必死的信念。一旦有机会，就勇敢的冲上去。 手脚放利索，每人12颗麻花弹，给我捆结实了，啊！挂了吧。这一去，凶多吉少。那就别耍得太狂。 那怎么办呢？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再说咱们不去，也得别人去，还不是一样？我只是觉得，这鬼子还没杀够，就让兄弟们去送死，有点残忍。哼，残子，李大少爷，老子早就看出来了，你龟儿子就没拿这帮兄弟的命当命。哎，李娃子。 要不然去给团长说一下，换别的连去吧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换个其他的去呀！看，这一个个呆头怂脑，没一个敢放个响屁。哎，酒仙人品笃看人性，舍身去死靠的是爷们的血性。我要好好骂骂他。哎。 跟你说，实在话呀，打了十几年的仗，说实在的话，哎呀，我现在老大，懂不懂你跳赌得很，只要你能回四川就好。哎，你龟儿子不回去娶你那个寡妇了？参加了敢死队，是死是活，哪个说得清楚？只要孙老郭能回四川，把我挣的大洋。 我那个银簪子带回去就行了。没出息的东西。打仗，你想想孙老郭，我打仗打死了，心也就死了。长官，皇军既然给了您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就赶紧撤吧。你们到不了他们的前沿，就都得被炸死啊！长官，我是为你好啊，你就饶了我吧，长官。你给老子闭嘴！ 弟兄们，绑手榴弹，给我捆紧点儿。来来来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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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敢死队可是九死一生，你就真狠心要明娃子去送死？那一连长他就是说气话，你别跟他计较。钟永信把我逼到了墙角，我也只能硬着脖子往墙上撞了。说实话，明娃子一走我就后悔了，真的后悔了。明娃子是我带到部队的，这次我的表妹已经跟我撕破了脸，明娃子可是她的命根子。日后他要是知道是我把明娃子送到了敢死队，他会向我索命的。我就是能活下来，我的后半生恐怕也不得安生了。这话你不好说，我去宣布，马上撤掉明娃子。回来。团长，我听说明娃子是您亲生儿子啊。别听这些瞎说，全是瞎说。好好，算我多嘴，我带人连上还不行吗？你去了，这营里谁指挥啊？郑麻子呀，他这个副营长比我强。谁不是爹生娘养的？他明娃子的命就比别人金贵啊。钱都拿出来，给壮士们发赏钱。好吧。还有酒吗？全拿出来。不到半天，我马上去拿。算了，来不及了。这样吧。加些水，凑够一坛，至少让他们没人能够喝上一口。哎，不想过了，你还是别去了。不行，老穆说的对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几个人里边都有一个人活着，也好给兄弟们的家里捎个口信儿。再者说了，我们那些生死照片到现在还没找着，我们得想办法找到那父女俩。你废话少说，弟兄们有我喊着骂着，不定一多半都能够活着回来。你拎着小鬼子人头偷偷摸摸回来又算个啥呢？你打过几天仗呢？一颗炮弹下来都会把你炸得晕头转向。耍弄个小汉奸，倒是挺有能耐的。吃了火药了你啊，我是为你好。怎么了？母回来的事儿我舅舅还不知道，万一知道了怎么办？你想过没有？随便啊，偷偷摸摸
杀小鬼子杨队，老子受够了，要杀要剐。随便，集合，站队。站，快点。老大，其实不去也好。站队。哎，你要是怕了，可以不去，没人勉强你。爬，老子要是怕了，这个世界上就没得不怕死的人。ところわらじ軍約束守るようだ。わしが思った以上に動きが早いわ。これはまさに我々が望んだことではありますが、戦わずして撤収するとは、軍人として恥ずべきこと。誇りも何もあったものではない。敗戦にも劣る恥辱であります。早就看见你了，你还有胆回来？来啊，把这个混蛋逃兵给我拉出去毙了！怎么了？指挥不动了吗？团长，请听我解释。给我闭嘴！好，那我今天亲自动手。团长，你要逼老大，我们行了吗？我们行了吗？团长，你要是敢逼他，就连我一块逼。给我闭嘴！没一小子事。林团长，你就毙了我吧，我敢保证，他们照样是你的敢死队员。弟兄们，竖起你们的狗耳朵，谁也不许为难林团长。你现在本事可真大啊！过去当逃兵，现在当贼娃子。好吧，看见你回来的份上，今天我饶你一命。但是，军法不是擦屁股纸，你必须当着大家的面，给我低头认错。不就是换了你的排长吗？啊，就这么大的怨恨？老子是要提拔你，你知道吗？孙老哥，你就认个错吧。老孙，我孙哥的脾气向来是从不认错，老子的脾气是从来说一不二，必须改改脾气。是你还是我？废话，说我轮得着你吗？那你还是把我给崩了吧。哎呀，孙老哥，就认个错嘛，认个错少不了二两肉的。没办法，娘胎里出来就这德行。不然扛了半辈子枪把子，也不会从营长混到今天，成那个东躲西藏的耗子兵。
我林修然这说一不二的口碑，今天是栽在你身上，今天算是栽在你的头上。入礼。 说实话，就凭你们身上这些玩意儿，这点火力，想去炸鬼子的炮兵阵地，别做梦了！我把话说白点儿，这就是去玩命，去送死！有谁怕死，现在就出力，我不会怪罪你们，一个孬种都没有。 好，来，发赏金。没多的，每个人3块大洋。团长，人都死了，拿大洋来抓什么？不要，我就是为了那个大洋才来打仗的。算了，老大洋有求了用我。 团长，还不是给兄弟们修个坛子功德碑，也算是雁过留声，留过留名吧。等等，钱不用花了，但是弟兄们放心，这些钱我一定会交到你们亲人的手里。上酒。 个多人，才那点酒，还不够打死我们的嘴巴嘞！对头，我对不起大家啊，实在是委屈你们了。你们都知道，这战场上酒比子弹都金贵，就这一坛，我还加了水，每人一口，不能多喝。上酒。 这小子打过硬仗，恶仗，经验丰富，所以有他在你身边，我就放心多了。虚心一点，有事多和他商量。虽然咱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，但是还是要尽量避免伤亡。回不来咱就不说了。一旦能够回来，一定要避开鬼子的包围，不惜绕路，也要及时归建。 但是，最最重要的，就是不惜一切代价，把鬼子的炮阵地给我炸了，坚决完成任务。放心吧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 这事儿，那就拜托你。这次万一真的回不来，我妈那边帮着照顾一下。 Thank you.
在我的双眼，只听见热烈的呼吸，悲伤了所有的记忆，泪水撕碎晨光，呐喊震颤在胸膛，把什么死亡在歌唱，血奔涌在我的心上，用绝望的目光点燃最后的希望，燃烧我灵魂的方向，守护在你热爱的地方，泪水撕碎晨光，呐喊震颤在胸膛，怕什么死亡在歌唱，血奔涌在我的心上，他从未走远，温暖了我的双眼，守护在热爱的地方，守护着每一寸荣光，在胸膛，把什么死亡在歌唱，血奔涌在我的心上，他从未走远，温暖了我的双眼，守护在热爱的地方，守护着每一